么都在啊？你晕倒了。晕倒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子言，我们一起去买菜，说好了今天要去买菜回来给你做饭的。儿媳妇儿，你好好休息。玉萍她可能失忆了，不可能，玉萍的病状在腹部，怎么可能失忆啊？爹，你帮我照看一下玉萍，我出去一趟。好。姑姑呢？姑姑？谁是姑姑？我不认识。就是这家店的老板。不认识。我就是老板。你想干嘛？你小子是来找事儿的，还是找打的？啊？姑姑在哪？什么姑姑？我看你就是来找事儿的。哎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子昂，哦，姑姑在哪？哎，我真不认识什么姑姑啊，少侠。哎，啊。不可能，姑姑是这间合馆的老板，你不可能不认识啊！不对啊，少侠，你肯定记错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合馆是我祖上三代传下来的，到我这儿都经手十年了。哎，哎，我真不认识什么姑姑啊！不信你问他吧。哎，对呀，我们在这儿这么些年，都是一个老板呀。少侠，对呀，就是啊，从来没换过。来来来，来继续继续。我睡了多久了？你怎么不叫我呀？啊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要是不想出去买菜，我们就不去了。我刚刚去了合馆，找姑姑，但她好像不见了。合馆？你去合馆干嘛？姑姑是谁啊？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女孩子。玉萍之后会怎么样？恶疾入脑，染上失忆症，你娘到最后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她什么都会忘掉。嗯，连我也会吗？我娘在染上失忆症之后。活了多久？哎，半个月吧。伯父，伯母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请求二位把叶文昭嫁给我。我嫁给你？哦，不对不对，是把叶文昭娶给我。哦，也不对，等等，是我娶叶，哎，总之把你儿子交给我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女方上门提亲要人，这是你们俩商量好的？哎，这不不不，我不知道啊。柳青，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呢？嗯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可以遇见叶文昭。好像每次看到他傻笑的样子，生活中所有的烦恼都可以烟消云散。陆青，我会武功，可是我不懂爱情。我原本以为，爱一个人就像比武一样，只有赢了的人才配拥有爱情。
直到我遇到了他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情不是比武，而是真心与真心的交换。虽然他看起来弱不禁风，可是每当我真的感到无助和无力的时候，他总是能第一个站出来，比我还要勇敢。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不满，你只是不敢说罢了。但是你放心，以后我们俩可以交换，你不用事事在迁就着我，我也可以学着好好照顾你。我愿意为了你努力成为一个贤妻良母，不信咱俩可以试一试。可以吗？这爹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你娶媳妇儿，我娶媳妇儿。这太突然了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我呢？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从小也没让他吃过什么苦。您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吃苦的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因为没有让他吃过什么苦，所以他才娇生惯养。以后，你帮我好好管教他。爹，不，您这是同意我和柳青的婚事了？臭小子，自己不知道主动，还让人姑娘亲自上门。谢谢伯父。终于把长姐嫁出去了，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了。雨斌，嗯，我们再成一次亲吧。你忽然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什么反应？我说真的，你答不答应？不是，我们不是都成过亲了吗？之前那次不算，当时我们各怀鬼胎，没有感情的成亲不能算数。你才各怀鬼胎呢！再说了，哪有女子成两次亲的？而且你都没有跟我提亲。天不老，情难绝，心似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。只要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不论成多少次亲，三次、五次、十次，只要你喜欢，每天成亲都可以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哪有人天天成亲的？既然你不同意，那就把玉佩还我吧。不行，你给了我就是我的。你不跟我成亲，还拿走我的定情信算什么？我也没说不答应。那你同意啊？我也没说同意吧。同不同意？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答不答应？你那么着急，怕我跟人跑啦？对，很怕。那看在你这么可怜巴巴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，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。那我们直接跟叶云昭他们一起吧。啊？可是他们后天就成亲，来得及吗？交给我吧。兄弟，我怎么觉得是你计划好的呢？你觉得是就是吧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？喜欢吗？
喜欢。十件，玛瑙十件，翡翠八件。大姐呢？啊，在房间里梳妆呢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这画的也太吓人了吧！新娘子就得是这样，好看。我觉得。还是有点奇怪，你要是觉得奇怪，那我替你加。哎，不用。好了，时辰快到了，抓紧，我去看看三妹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我有话要说。啊，你不会不想成亲了吧？哎，我就是刚刚水喝的有点多，有点想出宫。啊，吓死！我还以为你后悔了。不好了！啊，不好了，三小姐不见了！啊！事出有因，此去勿念。这纸条怎么有点眼熟？哎，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？哎，真是倒霉，每次都死在徐子言手里，这次可不能再落到他手里了。夏雨冰，人生要把握在自己的手里，我就是嫁条狗也不能嫁给他。嗯。陈家，等等我！徐子言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生。等等，跟我走，店铺分你办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不是要赚买命钱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完了，奶酥！哎，你干嘛？奶酥没躲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的呀？新娘子来了！哎呦呦！慢点，麻烦死了，路都看不见。哎，姑娘，这还没到夫君家呢，不能摘盖头的。我夫君不就在这儿吗？嗯，这也不合规矩呀，这。没事，媳妇儿的话就是规矩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姑娘一会儿上轿子的时候再盖吧。哎，我不坐轿子，晃晃悠悠的，晃得我脑袋晕。我骑马去吧。哎，这个，骑马就骑马。媳妇儿说了算。哎，夏雨冰呢？我听夏兰说他跑了。哎呀，就放心吧，徐子言已经埋伏好了。啊？哎呀，走了，这事你别操心了。那个。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呀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我也是第一次成亲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啊？如果你的新娘子披着盖头，首先，你得把她接下来。早说呀，闷死我了！哎，然后呢？新人相对而坐，礼貌相称。
娘子，相公。嗯，啊，这么喊你太奇怪了，还是叫你叶文昭吧。哪有成亲不叫相公的？我乐意。啊，是娘子说的都对。然后呢？啊，我再看看。你装什么装？里面写什么呀？哎，我说不出口，你自己看吧。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这么多动作啊，睡个觉也太麻烦了。不行，我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两个只是七月夫妻，逢场作戏，你是想对我做什么？饿了吧？一天没吃饭。不要想贿赂。不吃算了。哎，这。吃饱了。好吃吗？但有点咸，那下次少放点盐。睡觉吧。哎，我还有事没跟你说呢。我，哎，雨斌，夏雨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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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得太急了，雨斌喘不上气了。以后不许乱跑。啊，你怎么没穿鞋就出来了？我无妨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签了契约了，我不会乱跑的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红吗？可能刚才跑步跑的吧。少夫人，等等我。少爷，少夫人刚刚一连吃了好几个馒头，拦都拦不住。没事，你先下去吧。那个。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，吃你几个馒头应该没事了。怎么回事？之前病的饭都快吃不下了。没事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徐子言，我还没吃饱。儿媳妇，你们这也太快了吧？啊，他这是吃多了。没见过少爷这样，我也没见过儿媳妇这样，跟之前也差太多了。喝点，解腻消食，强身健体。
话，叫什么呀？二十四味茶。这味道怎么有点熟悉啊？怎么？感觉好像以前在哪喝过似的。你再想想。哎呀，想不起来。啊，头好痛。那别想了。嗯。不过，你这房间怎么到处都是红的呀？跟婚房似的。因为我想让你记住，我们已经成亲了。哦。三妹。嗯。江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。不是，这是我媳妇儿，我在这儿不是很正常吗？江姐，你怎么嫁给叶文州了？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三妹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你糊涂了。没发烧啊？我问你，他怎么了？我让厨房给你做的奶酥，你歇会再吃吧。哦。我送送你们。徐子言。我正好找你有事儿，小兵，我们改日再来啊。行，我去送送他们。失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不早说呢？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恶气入脑，我爹说我娘之前也是这样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这样多陪陪他。你陪着他有什么用啊？不行，我要找别的大夫去看。哎，别呀，媳妇儿，那子言都救不了，那还有谁能救啊？那难道就这么等着吗？兄弟，你别灰心，我已经派人出城找大夫了，他这个病应该有的治。所以这件事儿你也早就知道了是吗？啊，我就知道那么一点点。行啊，叶文昭，你现在能耐了，竟然不告诉我，你今天晚上别想进屋。媳妇儿，你别生气啊！哎呦，我真的只知道一点点，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说多少。你怎么？来，快坐下。我发现啊，这个奶酥配茶特别解腻，你尝尝。来，啊，我说你平时怎么这么喜欢吃甜的，还吃不腻？原来是我的茶，但什么茶还挺好喝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哎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可以把这奶酥配着茶，做一个二十四味套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。旭子言，没想到你人挺好的，以前是我错怪你了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们好好合作，一定能把二十四味做强做大的。你做什么我都会陪你，好好休息，别太累好吗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不过这样也挺好的。下一瓶。你好，请问有见过画像上的女子吗？没有见过。你好，有见过画像上的女子吗？没见过。哎，大哥，你见过这个姑娘吗？没见过。大哥，你们见过这个人吗？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？少爷都找了一天了，你歇一歇吧。要我们来找？我不来。少夫人可能只是出去了，忘记回来的路。要是她回来发现家里没人怎么办啊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兄台，没见过。这位姑娘，
麻烦你。哎，请问你好，你们见过这个人吗？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姑娘大概有？没见过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请问见过这个姑娘吗？眼睛大大的。请问见过这个人吗？今天我好像又忘了什么，真不知道这个病什么时候才会好。24卫楼重建了，没想到有那么多人来帮忙。长姐要和叶文昭成亲啦，希望长姐能一辈子幸福快乐。哎，今天头好痛啊，时间好快啊，我好像快不行了，什么都记不住。你忘了谁都可以，但不要忘了，徐子言是你最爱的人。夏雨冰，我喜欢你。徐子言，我爱你。反正你这辈子都得跟我在一起，听明白了没？徐子言，徐子言，有人说看到夏雨冰了。你看到徐子言了？啊？爹。文昭，刘青，等你们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走了。不管夏雨冰为什么离开，我都要把她找回来。另外，我想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，但我和雨冰之间的爱是真的。徐子言的意思是我们都不是真的，啊？我们是被画出来的。那是不是意味着我随时会破产？他们让我没钱，我就没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知道钱？荣华富贵一场空，那戏本子里都是这样唱的。既然是画的，能不能把我夫人给画回来？那我爹呢？是不是也能回来？爹，夫人，钱，这是啥呀？根本看不懂。你有病吧？
安良小姐，《24位暖服生》是您的第一部漫画作品，一上线就取得了如此不凡的成绩，能详细的说说您创作这本漫画的心路历程吗？好。一开始，我只是试着让一个小人物反抗自己的命运，看他在这个步步维艰的世界里能走到哪一步。创作的过程并不算轻松，为了想好一个情节绞尽脑汁，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是常有的事。卡到某个情节画不下去的时候，甚至一度想放弃，可是那个时候我笔下的人物似乎有了自己的意识。你能明白吗？就是你赋予你笔下的人物真实的世界，他们会以自己的意识去推动故事的继续发展，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。很多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就是这个人物活了过来。我觉得夏雨冰就是这样。许多漫画的主角身上都会带有一些作者的影子，那您觉得你与夏雨冰是同一种人吗？他是世界上另一个我吧，完成了很多我不能完成的事儿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漫画的结尾，夏雨冰和徐子言到底去了哪里？他们还会回来吗？你觉得呢？非所宜，又不学，老何为？弟，你念错了，下一句是“苟不教，性乃迁”。就你知道，老是说你爹错，小心不给你吃夜宵。弟，娘说了，时有时吃宵夜是不对的。哎呦，你个小兔崽子！小月，小月，别跑了，给我站住！这么胆大就这么能闹腾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咱俩的孩子，就咱俩的孩子闹腾点挺好的。来，儿子。咱们刚才背到哪儿了？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哎呀，说了多少次了，小吃和三白糕要分开摆，还有最热销的花茶要摆到这里，让客人一进来就看到，想买，明白吗？知道，掌柜。你去那边吧。老板，来壶茶。哎，来了。掌柜的，结账。哎，来了。奶酥两份，花茶一壶，一共是367文。什么？367文？怎么还有六整呢？你看啊，奶酥一份100文，花茶一壶200文。奶酥搭配花茶是下午茶套餐，优惠50文，一共是350文。但是你刚才喝茶的时候打碎了一个茶杯，进价是17文，对吧？啊，那个，掌柜的，原来您都发现了，给您。他刚刚打碎个杯子，你给他算了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下药组算账，1文钱都不能算错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，给我站住！我要生气了，不许跑了！儿子啊，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儿子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扇扇，不许跑了，别扇扇，快点，别扇扇。哎，你说这辈子
要是找不着合适的，咱兄妹俩就凑合过得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没男人要，我还有男人要呢。你说什么？呸呸呸！我说我还有女人要。求求作者大人，把我夫人给画回来吧。五年了，连个影儿都没烧出来。你说那个什么作者能收到吗？五年了，儿媳妇和龟儿子连个信儿都没有。你这个是？哦，光有字儿，作者不一定能想起样貌，还不如直接烧幅画给他。就这样，嗯。有道理啊。哎，我不会作画怎么办？那就写信呗。不是，你说你天天闲着也是闲着，就不能帮我画两幅吗？不能。爷爷。哎哎，小宝贝儿。恒重回。上一